前十名能让你产生幻觉的视觉幻象。你可以服用迷幻药来产生幻觉，但其中大部分都是非法的。因此，可能最简单的方法是利用一些光学幻象来体验类似的东西。我找到了十个最能体现这种效果的光学幻象，并根据我认为它们的效果从差到好进行了排名。当你全部看完后，让我知道你是否同意我在视频中的排名。另外，如果你患有癫痫症或其他类似的疾病，我强烈建议你不要看这个视频。除此以外，不要害怕，因为这些致幻效果通常只持续几秒钟。第十，瀑布幻觉。对于这个幻觉，只要盯着屏幕上的点就可以了。就像本视频中的所有幻觉一样，为了获得完整的效果，你最好全屏观看。把你的眼睛固定在这个点上，当图像发生变化时，你的眼睛要保持在它的位置上。你注意到水在往上移动吗？如果没有，你可以再试一次。你可以一直看着周围的环境，而不是屏幕上的图像。你周围视野中的物体应该看起来好像是向上移动的。如果成功了，你刚才看到的幻觉就是所谓的运动后效。这个术语是在19世纪末创造的，用来描述在盯着瀑布看了很短的时间后，附近的岩石似乎在向上移动的效果。基本上，你盯着刺激后的静止图像会像你之前观察到的物理运动刺激物的相反方向移动，它被认为是运动适应的结果。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早在公元前350年就观察到了瀑布效应，但从未给它取过名字。他意识到，在观看了持续的运动后，当你看向远方时，静止的物体也会出现运动。如果它对你不起作用，那么它的更极端的版本肯定会起作用，因为它们松散的基于这种早期形式的运动后效错觉。第九，摇摆不定的键盘。屏幕上会出现一张移动的图片，盯着它看，一旦它消失了，就低头看你的键盘。现在盯着你的键盘暂停五秒。你的键盘看起来像在晃动吗？在这个幻觉中发生的运动后效被称为螺旋后效应。图片中的圆圈似乎是同时向内和向外移动的。当你低头看你的键盘时，你的大脑试图通过想象键盘向相反方向移动来达到平衡。然而，由于圆圈在两个方向上移动，你的大脑会感到困惑，这使得效果令人头晕目眩。第八，螺旋状幻觉。这是一个更有效的幻觉。这一次把注意力放在中心的黑点上。一旦幻觉结束，看一下附近的墙壁。如果你有海报或书架可以看，效果最好。现在看一些东西，这个房间看起来像在融化吗？这是另一个螺旋效应的例子。
当你盯着螺旋时，你的大脑正拼命地试图适应不断的运动。编码运动的神经元最终会放慢速度，在你回到静止物体的世界时追上你。第七，旋转的蛇。现在是一个稍有不同的幻觉，可以被瞬间看到。被称为旋转的蛇的幻觉，你所要做的就是盯着轮子看，你会发现它们在不断的移动，尽管你看的是静止的图像。如果你把目光固定在图像的一个固定点上，这个效果就可以停止，它就会静止不动。由 Akiyoshi Kintaka 创造的，科学家们相信这种错觉的作用是因为不对称的亮度。基本上，它的移动是因为你在处理人物的不同部分时经历了一个延迟。高对比度的区域比低对比度的区域处理得更快，而对比度是在单个视网膜神经元的整个接受领域中全局定义的。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相邻的蛇的图案是以相反的顺序出现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蛇是顺时针旋转，有些则是逆时针旋转。第六，我发誓它没有动。这其实只是一张静止的图片，我保证。看起来这些圆圈在狂躁的震动，但这只是一种错觉。你可以尽情的尝试，但要想让这张照片的中心静止不动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科学家们仍不太清楚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欺骗我们，让我们认为像这样的图片是移动的。就像前面的例子一样，可能是黑白相间的颜色使图片出现了闪烁。另一种理论认为，某些不对称图案的重复会导致运动的出现。无论哪种方式，无论发生什么，结果都是令人敬畏的。第五，线条幻觉。你现在知道这个方法了，盯着中心直到幻觉消失。你周围的物体是否在增长和缩小？这个真的很有效，如果第一次没有效果，就多盯着它看一会儿。第四，把你的脚放在地上。这个与瀑布的例子类似，但应该绝对有效。像往常一样，盯着看，然后看屏幕，或者看你周围的环境。应该出现你周围的环境旋转回正常位置的情况。方块的不断移动使你失去了平衡感，运动后遗症使你所看的任何静止物体在屏幕上的幻觉线条的相反方向移动。第三，圆圈幻觉。下一个幻觉与你已经见过的幻觉几乎相同，但不同的是它的速度更快，强度更大，所以效果也非常不同。请确保你坐下来盯着屏幕看完这段视频，然后在评论中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现在把目光移开，欣赏一下这个效果。这段视频中的余音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看起来好像墙上有疯狂移动的螺旋线，而不是像你之前看到的摆动键盘的例子那样只是轻微的摆动。第二，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现在回到另一个迷幻的视频，盯着屏幕的中心大声读出这封信，密切注意不要犯任何错误。当幻觉消失时，环顾房间。
一切都突然变得极其扭曲了吗？这是对运动后遗症错觉的另一种理解，只是它就像我们早期对类固醇的螺旋效应，当你看向远方时，当你试图重新聚焦于现实时，房间会严重扭曲。第一，旋转房间。仔细盯着屏幕的中心，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保持你的眼睛不动。当视频告诉你要移开视线时，你周围的物体是否看起来旋转得非常激烈？由于其独特的形式，我发现这个是最有效的螺旋幻觉，让人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在我周围螺旋式的扭曲，非常强烈。那么，哪些幻觉对你来说是有效的？你会如何对它们的有效性进行排名？请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谢谢你的观看。